18小绿向大家问好。今天的科技新闻有：魅蓝手机官博宣布将于本月17日发布魅蓝 S6。据悉，该机将会搭载三星 Exynos 7872处理器，配备5.7英寸18:9全面屏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次的邀请函竟是一块蓝色板砖，而此前魅蓝的邀请函为 T 恤、钢盔、鞋子、平底锅等。魅蓝总裁李楠甚至开玩笑称，差条裤子就可以凑齐吃鸡神器了。英特尔晶晨发布声明称 CPU 安全漏洞非架构设计缺陷已经着手修复，性能损失也没有报道那么夸张， ARM 也已确认被波及，众多主流系统平台表示均已修复此漏洞。小米众筹上线 LuckyMe 米兔足钉吊坠，重约2克，含金量1999%，采用 3D 硬金工艺提升了吊坠的耐磨性，拥有权威机构的验证，众筹价799元。黄金至尊米粉荣耀吊坠是您尊贵身份的象征。还没消息，受 CPU 芯片显存颗粒供应紧张影响，显卡成本最近明显增加，因此显卡厂商将在近期对中高端型号涨价5-20美元，约合人民币33-130元。18年首款理财现已上线。芝麻信用官博昨晚对默认勾选同意芝麻服务协议的事件进行了回应，称自己的初衷没错，但用了非常傻叉的方式，愚蠢至极，目前已经取消默认勾选。三星发布了 Exynos 9810 10毫米工艺，采用三星自研的4+4 Big Little 八核架构，大核主频2.97赫兹，较8895单核性能翻倍，多核提升40%，还优化了 3D 混合人脸识别，增强了 AI， 支持 4K 120p 录制和回放，极简又拉风，每天1分钟。